们只是想要把这个程序赶快完成。那我们是依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来跟这边执行这个搜索的这个现场。那也希望你依照一个好公民的一个部分来跟我们配合执行。不是，你们完全可以先预知到你们要干嘛，哪有这样莫名其妙来搜索我嘞？那我是犯哪条罪嘞？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今天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开立的搜索票哈、哦，然后这个案由是依照国家安全法来开立的哈、哦，那它上面有载明，就是说搜索的人是王秉忠嘛，对，然后这个搜索的地点哦，就是您这个住处嘛。依照你这个的淮河南路二段201号二楼及其相连的处所嘛，哦，那这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所开立的远古所开立的公文书，哦，那要执行搜索，还要麻烦您配合，哦，那我也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，好不好？我是法务部调查局黄文生哈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执行公务，那麻烦您哦配合哦把门开起来，好不好？像你有看了那个公文书了，可以请你配合吗？好不好？你这个根本就白色恐怖，不然莫名其妙家长也跑来我家里来。白色恐怖，因为这是开立的公文书，然后我们依法要执行公务，所以麻烦请你配合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然后因为这个也需要您签收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那我签收，变我就同意了，我不同意啊。你不同意，但如果不同意。你讲明了你不同意，那我们就会开始会那个把门敲开，然后人你怎么可以这样搞？可不可以搞得跟黑道一样了？比黑道还黑道？所以请你配合好不好？